从小就喜欢打鼓的微微。当初不顾家人的反对加入了热音社，但是在练习的过程中却常常吵到邻居，所以只好作罢，也没办法在家里买一套属于自己的鼓。微微你继续say哈。后来出了社会之后也找了一份在银行的工作，每天数着许多的新台币，却还是不愿意放弃玩乐团的梦想。微微现在有一个自己的乐团，叫做失落频率，希望大家可以上去他们的粉丝专页或者是 IG 按按赞。从小就喜欢打鼓的微微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是你的可力可守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会站在这边，但这个时候这个大家要把所有的目光都给微微，还有我的两位团员，不要忘了他们也是乐手，好吗？我说我以后就是搞超明星的。好 OK， 为大家带来下一首歌 Finger。
就在想什么。哎，对着麦克风，想要，想要打什么？所以你是边打边想，就边曲这样。等等，哎，有你的麦克风有开吗？哎，你本人声音真的这么小？有好好好。那你开心吗？开心啊。那就是，那么你们失落频率就是下一场表演是什么时候？下礼拜日。下礼拜日，听到没有？在哪里？在 Revolver。Revolver， 听到没有？那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谢谢薇薇。这不简单啊！我想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是紧张。